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事的。你要怎么做呢？其实你早有答案了吧？坚持下去吧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忠告你一句话，相信友谊的力量能战胜一切。这个是什么样的热情梗呢？我会加油的。获得手电筒、零食、巧克力。我怎么会有零食跟巧克力？零巧克力就算了，零食为什么会有？那个是穿着普通的人。哼，就差最后几步，就快到了，嘿嘿。他进去了，是不是要进去吗？那个他说什么鬼鬼祟祟的？啊，是不是快到仪式的时间了？雪兰姐肯定就在里面。看看看，伪恐怖模式有少量吓人的元素，例如地图上的酒瓶摔、踩到地坑等，保证不会有全荧幕戏剧如证人，请不要怀疑作者。对于追逐战死亡五次后，即可选择跳过正常模式，不会有错的 ending，但是没意义啦，那就选伪恐怖模式。玩 RPG 当然是要看真结局那些啦。这里怎么这么破旧？看起来好像很久没人来过。对，就跟你讲，都是废弃的，到底想怎样？而且啊，上面还写酉时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酉是7点到9点吧？我没记错。那还跟我说要特定的某个时段，不能多一分多一秒哦。不是我要讲，雪兰姐和那些失踪人都真的待在这里吗？算了，先四处看看。陈大。我们的村长店是骷髅先生嘛？那等一下我再看他报告。不更改，我谁要更改？那我现在能干嘛？啊，先看报告好了。物品，似乎是谁写的有关日落归，我一直念的日落归的研究报告。似乎不是似乎，似乎最近一种新奇的仪式，非常奇怪，之前完全没有记载。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，都没有相同或相近的仪式存在过。有一种被称为隐士匠的仪式，其他的结果和现在流传的日归落结果非常相同。根据日落归的人们回答。他们进行仪式完以后，都被传送到一种称为隐士的蓝色灵魂或暗红色灵的地方。姑且他们的说法都是正确吧？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关系，让人很在意。是否应该叫念是？为什么要说是故？欲望我亲自来查，要我亲自来。试试这个诡秘的仪式啊，很好。那我们想要干嘛？拿走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来，我跑，别都破洞啦！去别的通路看看，这里好像可以跳过去哦，跳过去。耶！我们获得一个结局，Bad Ending。失踪的人，各位谢谢，不是什么谢谢收看，我到底在干嘛呢？我到底在干嘛？赶快捡东西啊！到底在干嘛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就想不透我自己在干嘛。这算了，没关系，先调查嘛。我知道那边不能过。哎，都没有，很好。那我要怎么过？那我这不是卡关的感觉了吗？哎，哦，这是四个洞都掉下来都对了，没办法啦。拿什么？没有哪里没调查到的。看了几下那个仪式。
日落，喂，噔噔噔噔，你后面就有人在打你了，呵呵，又有一个实验品，距离成功不远，只要……哦，头好疼啊，亥时诶，进入隐士，我在床上，好黑。手电筒怎么没有用？明明刚换过电池啊！这个临时发亮了，他说过临时发亮时代表未如意切，看来我应该也是失踪了吧？你很淡定哦，既然这样，大家等我来。雪兰姐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大家是指谁呀？有雪，你加油，有雪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还有，我在为自己加油打气吗？一个大衣柜，打开，打不开啊，算了。床头柜摆了一些积满灰尘的书，抽屉是空的，哎，很好，我空的，懒，什么都没有。储物箱锁上，可恶，真茂盛，像假树逆行，飞得好累，还是算了。奇怪，这不破的破椅子，好奇怪，这不破的破椅子。储重台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推不动，这没什么好吊桥，真的，没什么好吊桥，真的，这里是有这么好吊桥吗？推得好累，还是算了吧，耽误时间，坐不住了，各位说，你不要再提醒我了吗？这边好，没什么好吊桥，真的，好了，你那么凶。感觉这个地方好大，是从哪里找起呢？对，那个是吉姆的方向吗？虽然很奇怪，但是没办法，打不开，感觉里面有不得了的东西，先找其他方法进去吧。调查笔记二，谁写的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大量询问，太奇怪了。询问过大量亲身体验过日落跟仪式的人，他们都无法说出仪式的时间跟地点。我就在古堡外面，夕阳快落，我觉得可以念起咒语，我觉得已经可以，于是念起咒语。我看着纸读，似乎被人用目光打了一下，整个人昏过去。醒来之后，我就在不一样的空间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在古堡里的大厅摆好了蜡烛、香台那些，慢慢看着表，直到6点。哦，6到8点是亥酉时了，我一直记错，是吗？6到8吗？啊，随便了。调查过了，我调查过了，那一天的日落是6点，有背诵了咒语。刚背到一半，眼前就一片黑。醒来的时候就到意识了。我之前听别人说也含糊不清，于是我到大厅的一旁走，看着窗外，随机念了2句。我眼前竟然一黑，直接到了那个空间。不，诸如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回答，绝对不是几个人的想法。几乎所有自身进入影视的都是这么样回答。影视的应该有详细的步骤、执行的时间、地点，如此草率就让人觉得奇怪呢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呢。哎呀，不让我过去，拿走！你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对，到底在笑什么？打不开，很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呦，你们很凶哎、欸、哦！这什么？正确，楼上客房 B 找到绳索。我知道找到绳索，把木板绑起来了。我损失2滴血了，所以一格是3滴血。一片黑，幸好我携带这块石头，真是神奇，它自己就会发光。以后要向雪兰姐多要几个备用。